先帮你上菜。肉片扎实，汤头辛辣，不油腻，吃到饱。连锁麻辣火锅六号在脸书贴出公告，凭疫苗接种黄卡来店用餐，只要施打第一剂享9折，第二剂享85折。活动一出，消费者来店预约相当踊跃。你要推出这个优惠，是想感谢有打过疫苗的民众。其实我们也做了滚动式的修正，马上立即推出第三种优惠，大概初步估计大概2到3折左右。不过有民众敲碗，还没打到疫苗，年轻族群怎么办？因此业者再推凭疫苗意愿登记画面有9折。饭店部分，花园酒店也加入小黄卡优惠。时尚欧风雅致双人房，还有绝美风景。来到花园大酒店，只要持疫苗黄卡，平日每人折100元，餐厅部分再折50元。海鲜、牛肉，各式异国料理。台北远东香格里拉大饭店到31号前，也是持黄卡到餐厅消费，就享75折优惠。另外，跟上疫苗活动的餐厅业者，月底前到水上米饭太香用餐，消费满1000元送200元。Sea to Sky 也有85折，再送巨大蓝丝绒蛋糕。如果接种2剂，再送500元抵用券。要让顾客上门消费，能够安心用餐。TVB 的新闻交换我李玉涵台北采访报道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新闻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